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侯明轩。采血化验是常见的医学检测方式，无论是常规体检还是医学诊疗，很多检验项目都需要进行穿刺采血，庞大的操作量让医护人员面临着高强度的采血工作。另一方面，由于不同人的血管深度、人体皮肤色素以及血管上表皮厚度等生理特征各不相同，在判断血管的位置和深度时具有一定的难度。随着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与发展，无接触医疗越来越成为社会刚需。怎样能既精准地完成大量的采血工作，又能实现无接触采血化验呢？自动化采血机器人有效解决了这些难题。它采用血管识别和成像技术，通过自动化程序和机械装置，完成从血管识别定位、皮肤消毒、自动穿刺、手臂扎带、血管按压、抬血管摇匀等采血过程全自动操作。机器人不仅可以精准完成采血，还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工作，替代人工日常采血操作。常规的采血流程需要开具验血单，排队或等待叫号后完成皮肤消毒、针刺采血、按压止血等环节。采血机器人可以实现全流程自动操作。那么使用它进行采血的体验如何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采血机器人内置了一套智能交互系统，通过扫码可以智能读取检验项目等信息。根据语音提示，可以实现全流程无接触采样工作，有效避免病毒传播的风险。当采血者把胳膊放进机器中，采血机器人就会自动将胳膊固定住，开始自动扫描，判断评估合适的穿刺位置，并智能规划针头穿刺的姿态和角度，对采血部位进行喷淋消毒后进行穿刺采血。拔针后，机器会自动为采血者贴上止血贴。整个采血过程仅需几十秒，却包含了复杂的人工智能和机械自动化技术。那么，采血机器人敏锐的眼睛是如何做到精准定位血管位置呢？采血机器人基于多光谱成像技术和点扫描成像方式，能够对距离血管上表皮6毫米的图像清晰显影。即使是疑难血管也能有良好的显影效果，让机器人对血管看得见、认得出。看，我刚刚完成采血，准确找到血管位置只是采血的第一步。机器人是如何判断、选择采血血管，并找到合适的下针角度、扎针力度，让机器平稳、精准地完成穿刺采血呢？利用血管综合评价算法和智能穿刺导航技术，实现自动规划穿刺路径，定位精度达到了0.1毫米，做到精准穿刺，一针见血。采血机器人通过精准控制穿刺的入针角度和深度，大大降低了针刺的疼痛感。不仅如此，它还采用了人性化的设计，减轻采血过程中产生的紧张感。在采血者前臂深入的洞口左右侧，设备各设置了一块显示屏。采血者可以通过显示屏直观了解采血进程，通过分散注意力的方式缓解采血者的紧张感和对设备的恐惧感。医疗机器人呢，对这个安全性、可靠性和智能化的要求呢更高。我们希望呢，在这医疗的简单重复劳动用机器人去替代，不断地用医疗机器人这种智能化呢，去提升我们人类健康的水平，更好的、更广泛的服务于每个人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人们对医疗卫生的效率和专业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，对医疗设备的无人化、智能化提出了新的需求。
自动化采血机器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精准穿刺，采血全程无接触，为智能型医疗服务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，共享陪护床头柜。老伴儿，该起床了。你是谁呀？我是你老伴儿呀，起床了啊。解决了这一难题。奶奶，我给您带了个好东西，以后啊您就能睡个好觉了。这是个什么呀？这是一个共享陪护床头柜，您看啊，我们拿出手机这样一扫，这个柜子啊就打开了。这款智能共享陪护床头柜设计简约，与医院病房设计统一，存放便捷，不占用多余空间，24小时随时租借。这样一打开呢，把它拉出来，然后呢平铺开来就是一张折叠床了。您以后啊就可以躺着休息了。床体采用皮革包裹表层，加厚加宽，柔软舒适，躺下不硌腰。可调斜面设计，头部支撑自由调节，承重性强，让睡觉更舒适。整体产品的可折叠式设计不仅节省空间，更简化了使用后的收纳归还。来，奶奶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奶奶，我们床头柜当中啊还有一个便民包。便民包里装了香皂、牙具、杯子、拖鞋、毛巾等洗漱用品，同时还贴心地配备了枕头、床单、被子。共享床头柜通过智能消毒技术对陪护床进行全天候多维度的消毒，从而保证内置物品的干净卫生。平时您用完了东西啊再放回去，非常的干净卫生，不会滋生细菌。上面的这个抽屉呢也是很大的一个储物空间。真好。床头柜整体采用环保材料，同时大容量电池，低能耗设计，能满足超长续航时间，可待机3年，连续开锁10万次以上。智能共享床头柜是陪护床，能够让家属晚上可以得到更充分更好的休息。智能共享陪护床头柜满足了家属的陪护需求，让陪护人员能够得到良好的休息，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人性化服务，建立智慧共享、助民为民的美好生活。